啊哈！各位千小八，欢迎收看小飞侠每天的 Roblox 游戏实况。今天我们来玩这个2019年最新的老奶奶。哎，这次来到了这个老奶奶的家里，看到没有？她这个老奶奶好像过了一年没有什么变化，只是还会流口水。好吧，那么我们往这边走，看一下老奶奶家有什么变化。果然一上来还是很多只猫猫。我们绕开她，她在这边叫。啊，这叫声真的非常逼真啊！因为我家也养了两只猫，是吧？哦，有时候录视频的时候，它们也会叫，也没办法啊，也是两只话痨。走，呜，这个像棒棒糖的应该是老奶奶的那个针织衣服的那个针。哎，接下来往哪里走？哇哦，哇！以前没有这个通道吧？以前不是这么走的吧？老奶奶家好像改过了一样。哇哇，出来了。老奶奶家哦，这里好像没有什么区别，还是有很多假牙哦，还有水柱子。走走走走，哎，被喷到了，我们被喷到了，走太快了。哦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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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站在这里，哎，等它喷，等它喷完我们再过去。哎 ，yes， 呜呜呜，哇哇。这么多迷宫过分了吧，我们就走最里面一条。这么多迷宫过分了吧，我们不会一次走出来吧，运气。哦，我们的运气今天爆棚，居然一次走出来了。老奶奶呢？老奶奶呢？哎，刚刚老奶奶坐在这里，她现在是要去陷害我们了吗？她又去做陷阱了吗？她又在做陷阱，用这个毛衣的线线。哎哎，困不住我啊。我刚说当我没说好吧，当我没说。吓我一跳啊啊，应该出来了，我们走反了，往这边走，走反了，但我没说好吧。Yes， 一口气 nice， 拜拜啦，我先走啦。然后这边还有毛球，我的天啊，但我没说啊，我以为我们可以一口气过来接。还有齿轮吗？哇，老奶奶家这些可怕的机关还是没有变。哇，我以为这个齿轮从地底下出来的，没有，它是这么转的出来的。我哎哎，这里齿轮呢，过去上去。好，我们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哇，老奶奶家还被岩浆袭击了。假牙棒子，走，漂亮。2019年最新的老奶奶家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脏乎的像痰一样，好恶心啊。赶紧走开，不要碰到。老奶奶会把我们吃了吗？今天，哇！老奶奶在厨房，她还吃人的吗？这个老奶奶，这老奶奶一点都没有变啊！哎，这颜色怎么变了？哇，她把人做成了香肠，太可怕了吧！这个老奶奶把人做成香肠，哦，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哦。不要碰到，不要碰到，不要碰到！这里怎么走？这里走？靠着边走，调羹走开！哇，绕过了厨房，绕过了厨房，哇！又是幸福四选一吗？假的，假的，真的。哎，你看，我们不要走上这个木板，我们就知道，看着是不是透明的，感觉是假的，这也是假的。那么这个是真的，哎，都是一些小技巧啊，看小飞扬视频你们就知道了。哎，这应该是真的。走了，非常顺利啊，我们不一会儿就来到了这个老奶奶的面前啊。这个老奶奶的毛球越织越多，我记得以前还没有这么多的啊，是吧？哇，噔噔噔噔噔，走过他这个丝绸之路，丝绸之路，这老奶奶只会织衣服，哇、哦，马上就要被老奶奶吃进去了，我感觉。他在吃这个饼干，但是我们却爬上了他的这饼干，然后没有办法走到这里，哇、哦，就被吸了进去。他这个牙齿没有几颗，你还吃东西？啊，一点都不像，你看他刚才流口水，他刚刚只有三颗牙。喂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哎，老奶奶的肚子里好像不一样了，是吧？哦，我说更新在哪里呢？老奶奶肚子里不一样了，老奶奶现在吃柠檬了，你看啊，他18年去年的时候不吃柠檬的，而且他不吃人了，他现在吃点正常的了，柠檬、汉堡包、柠檬整个吞也是厉害了啊，也是厉害了。但是他在客厅里还是有些人肉香肠，哇哇哇哇！我刚说完，没有注意到这个红色的线线，走，一口气冲过去，冲过去，
站在这里，抬起来，我们走，呜呜走，来最后一个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过去抬起来，哇，离开了正当奶奶肚子了吗？马上就要，好的，哎呦，这个臭臭的玩意儿，臭臭的玩意儿，哎，没有喷到，吓我一跳，真的吓我一跳，好险啊！乐乐乐，老奶奶，你又被抓起来了吧？看，恶人，对吧？啊，坏人总会遭到报应的，警察叔叔又去把他抓起来了。你说你这是第几次进监狱了？你说 ，OK， 这边还有很多奖励的东西等着我们。嗯，这边是一排国外的 Roblox 玩家，我们可以在这里跳舞。这管道能通到哪里吗？好像并没有什么用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这个2019年最新的逃离老奶奶家就玩到这里啦，感谢各位小伙伴的观看，让我们明天再见咯，拜拜。